杨超越被骂，冤不冤？各种锦鲤话题经常霸榜热搜，图源微博。被自律绑架的鸟鸟，像极了跟焦虑死磕的我。什么是自律？按照一般理解，自律指的是在没有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，通过自己要求自己，变被动为主动，自觉地遵循法度，拿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。简单粗暴地说，管好你自己。想要充满激情的人生，周末走出家门去，总是学习，时常社交，一路看下来，自律仿佛成了什么绝对章程，是要把人变成一刻不得停的永动机。不做喜欢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只有做到这样，你才能拥有自由的人生。此时大家所想的，或许就像鸟鸟说的，你说的自律很好，但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？自律及自由的说法流传了太多年，尤其如今在各大社交的宣传下，自律俨然已经成了永恒的流量密码。画风也逐渐跑偏，在一些博主的宣传中，自律更和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未来走向画上了等号。好的，我又成了假装努力了。自律永远有新标准，永远有更高的台阶，自由却永远也摸不到边。当在学业、家庭、工作中间打转，一整天忙碌下来，好不容易放松片刻，自律的尽头是不是自由不知道，焦虑倒是很常见的。打开各种自律打卡社交帖，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各种焦虑铺天盖地。身高170，体重102，晚餐吃了火锅，看看别人怎么控制饮食，感觉自己没救了。而这也正是杨超越们的言论让人们感到不适的原因，那可以是不盲目听从外界，不任意贬低自己，遵循自己内心的秩序，也可以是不向别人灌输自身的意志，只维持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解放。或者至少当你不再听从外界灌输的自由定义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获得了自由。